快迟到了，快点！来啦！啊，妈妈，小黑在吃你的早餐。啊？他好像不吃猫粮呢，亏我一大早还去买了。不过以后分他吃就好了。嗯，你怎么还没走？啊，我去上学啦。请等一下，谢谢谢谢。嗯、嗯，猫。好像会开门哦，我把他抓回来了，要不要放了他你自己决定咯。哦，小黑，小黑你在哪儿呀？小黑，跑到哪里去了？小黑，你想离开这里吗？这附近有好多车子和狗呢。小黑，要是想离开，周末我带你到郊外去，好吗？嗯。